马赛人打哪只呢？马赛把耍土木尼卖了。云楼妹子，蒙古胡头夫人摔炕了。你刚刚来好，这个时间乱动挺多的。以前平时那天楼梯两美美多的没去。那啥路，独立农民的民族买卖，真是让人瞧断了。那上楼，让他们几波人都蒙古胡头哈，满了人摔楼，俺说了就先多的，俺先来多的。Like the camera and subscribe.